宝意外发现一堆黄金，这下真大发了。这是一座小山，他正拿着探测器寻宝，忽然前面的土堆似乎有动静，再确认几次依然能够听到声响，于是他放下探测器，拿出自己的小铲子挖土。虽然是山坡，看起来饱受风雨摧残，但依然石坚土硬，男子费了好大劲儿才挖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坑。不过他没有放弃，只要确定有宝贝便挖到为止。过了几分钟还是没有收获，男子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地方，于是拿出探测器重新检测，这下确定声音就是从此传出，于是把激动的心放进肚子里，继续自己的寻宝之路。小铲子叮叮当当一下又一下，枯燥且无聊的挖土过程一般人还真承受不了。终于他停止了工作，拿起相机查看石坑中的情况，在深深的泥土中埋藏着一块黄色物体，用手扒拉几下取出来一瞧，竟然是金子，这下真大发了，兴奋拿在手中把玩。